豆豆，嗯，女人得多干点家务活。你说一位这么一男的，扎着个围裙在厨房里头忙啊忙啊的，你不觉得脸上不好看呢？我告诉你呀，那个菜是我买的，也是我洗的。那回头他炒完菜吃完那个碗还是我洗呢，我们有分工嘛。男主外女主内，他这么干多辛苦。我也辛苦啊，我也没闲着。我就听你一直在这么玩电脑，那么哐哐吃。你有玩电脑的功夫，你帮他打打下手不好？不是我不帮他，我们分过工，而且我这事儿我都做完了。你说我那个洗菜摘菜我都做了呀。洗菜摘菜算什么？他那炒菜的油烟对身体多不好。那我那个，我洗菜洗的灵还上手呢。哎呦，还洗的灵。我说你一句，你说我两句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妈，豆豆，来吧，我这下肚得了，吃吧，好吧。妈，刚才家那边你跟豆豆你们俩人说我什么呢？妈说你辛苦。我不辛苦，妈这有什么辛苦的？我少盛点。嗯，一块过日子是不是？要不是谁谈不上什么辛苦不辛苦的，豆豆这也挺辛苦的。你瞧这虾。你瞧这眼睛都这么盯着我，这不是监视我，这是干什么呢？我说妈，这虾能监视什么呀？你监视也是瞎监视。您别胡思乱想了，吃饭吧。啊妈，行了，那个我放我这儿来监视我还不行吗？我妈是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妈就说最近别吃那个什么长眼睛的，还有那个什么两条腿以上的都不吃了，就咱们就吃素就行了。不想吃。妈，我没说错啊。不是，我咽不下去。要不我拿走还不行吗？不是妈，不是我在那我那白桌这钱，你那跟我妈说什么了？你们俩没说什么，他一通问我，啊，什么这个又不干那个又不干，嫌你烧个菜不乐意了，嫌我闲着了，而且说。我这对他够可以的了，请假在家陪他，买的菜都是我买的，完了我洗的好。今儿跟我说，今儿开始不吃这个长眼睛的，不吃带腿的。不是，我就是说我什么意思呢？哈，就我妈她现在这状况，对吧？处于非常时期，我知道，非常时期就得非常对待你对她你就得非常忍耐。我已经很忍了，就我就是那意思，就是你再忍点。不是我忍不忍？看我面上，你妈这儿有一点。不，他这没毛病，这不是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为什么罩上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他非要说这个假山像杨树的木，那假山像杨树的木，所以我就担心他是不是受刺激以后这儿有点那什么了。不是受刺激不能。哎，别这么吵了，成吗？别，你们要再这么吵，我就走了。你当我愿意住这儿啊？天地这么大，哪儿没有我曹琴没住的地方？哎，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！爱听，真的，真的，不是我说你妈，我觉得你妈这次好像受的刺激比较大，嗯，对，我觉得杨树叔叔死好像他真的反应有点，不是，你听我说话没有？听，是不是？你说是不是有点反应大？是有点反应。是，假山他能看成木，这我真服了他了。对，怎么能看成木呢？就眼睛眼神有问题。不是，我觉得不是眼睛的问题，我觉得是不是脑子的问题。不是，跟脑子没关系。别说，我觉得你妈脑子是不是也搭上了？对，搭上了。要这样的话，我看要不然我就送医院，就找我们医院的，找找关系精神科给他再看看。对，我觉得得送到医院精神科得治治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别糊弄我！我不懂啊，什么时候糊弄你啊？不糊弄，你会找谁呢？我去，你找白雪。哎呦，这不知道找谁，但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事儿，真的。哎呦，你吹我干嘛？吓我一跳！不是吹你，我那是看你那有一
渣渣渣渣，我给吹吹。哦，我说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听。哎，那你同意啊？同意。那回头就说你的主意，别说我。我主意，听我主意，听绝对我主意。真的，我去看看，放心。要是什么病都没有，那咱们就好好陪着他。你是有什么就让着他。你说真要有病治病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没错。是吧？哎，你怎么今儿全都顺着我？不是我以前我也顺着你啊。我诚心诚意的。诚心诚意的，就你没发现吗？就是我都是嘴上像我妈。不是，那你刚刚你还跟我那个。我那全是嘴上，都是心里像。差不多。哎呦，这还要干嘛呀？不是，可不是干嘛的。不是，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说这吃素，我跟你说啊，一天两天我能撑，时间长了我受不了。是。本来在中午就没什么好吃的，这晚上还吃素。对，啊，是长了我也受不了。是，你回头那个要吃肉的时候，你就跟你妈说。啊，我说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你个期限啊，就3-5天，最多5天，听见没有？没问题，我妈就是周期，就是。什么周期啊？就是轮一礼拜，周期就没了，就完了。一个礼拜，你说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，万一他10天半个月呢？绝对就是。我现在是担心这事儿越来越严重，我也整了整个。好了，后半辈子全是吃素了。不是你放心，到我从今天开始以后，我就全都听你的。干嘛呀？来什么呀？不是，呦，你衣服呢？不是，你啥时候把衣服都脱了？不是，我就这么睡舒服。不是，舒服什么呀？来什么呀？哎，这明儿都吃素了，没体力。别，睡觉，别闹我。别，哎呦，这躺好吧，你别闹心，我这头疼。不是。哎呦，你干嘛呀你？你说什么事儿你？